好的，全场比赛结束啊，那么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这个一样大的球员吗？对 ，So some of these 四十五度角晃一下，再往内线给张子宇，又来。等一等，张子宇落位。零五。So let's see how they handle 这个进攻队员。啊，这样呢，应该是投进了。Using the tactics is working out, so they're not. 我等一下，张子宇要位，举到头顶啊，轻松得分。Outside of the 3 second area, and then she's not able to score. 应该会有很高的。慢一点，不着急。Team.You see, they're not afraid of Zhang Ziyu. 这边身高的优势。张子宇拿到运球之后，分一下，不着急，慢慢打，哎，再次放进去了。对，等张子宇落位啊，张子宇。旁边球迷的这个对于山东队火锅啊，然后再来一个两分。看张子宇在。慢慢的回到他应该 A lot of pressure for the defense. Zhang Ziyu is going to the 3 points and pass to her teammate. Missed it. 还是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the Xiwang team. 其实相比起 So their pay. 来看看他的这个罚球怎么样啊？Let's see the penalty shot. 下快攻的同时，尽量的去延迟。啊，张子宇到这个前场的时间，又给到张子宇。So for the jump toss, she didn't even. 对，还是做一个传导，然后给到张子宇，漂亮，再来。往前，再传。再给张子宇。来看一下高速的进攻，张子宇要位啊，漂亮，也是轻松打进、啊、实际上这边是、啊、这边除了张子宇的身高非常具有优势之外，那其他队员呢，这个今天的决赛了，再往内线给张子宇，篮下轻松的得分 啊实际上现在这个Fast break from the Shandong Xiwang. 等到张子宇落位之后，往里直接一掉，漂亮。Dear viewers, this is the National U15 Girls Basketball Game Final from. 可以听到这个场边观众对于直接往内线掉啊，张子宇。哇，出了三秒，张子宇 miss the shot， 差一点了。再来，给到张子宇，再传，要位置。张子宇直接要位，稳了一下，还是找张子宇。山东队现在暂时落后两分，往内线给张子宇，再慢一点。不要着急，一定把球给控制住啊，然后再给到张子宇。对，再打一个，直接给到张子宇。面的对抗，身体的对抗、啊。So if you look at this two, 对，再给、啊，这样进行两次的传导啊，让张子宇实现得分。前场球应该是要直接掉给张子宇。We have to control the number of the fouls.So actually in the set， 哇，你看这个对山东高速这个从后场到前场的这个确实限制的比较多啊，当然也是